可能是出自无心而做破坏的事情，已经是损德了，更何况是为了夺取他人的财产、珠宝，而导致破坏他人的家庭和家产，有些人。 是明的靠着势力蛮干，有些人是暗中使用阴谋来夺取。那些明抢硬夺的人，当然难逃法律的制裁；而那些暗中使用阴谋的人，也许能够侥幸逃过法律的制裁。 但这种罪恶是最为严重的一种恶行，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说，这要看所犯的罪，在人间的法律按照所得、赃物论罪多少，在阴间以是以五倍来处罚，而暗中。 阴谋所做的罪恶，而所受的报应，要比公然造恶来得悲惨，所以阴府的立法必定重于阳间的法律，因为阴阴府哈，阴间的这些幽冥的判官呢，你是不能够用金钱。 用权力呢来左右他们的，啊，他们也是天天脸动视天我测天的，啊，所以这一段里面提到说，阴恶惨理，阳恶，故阴利必重于阳利呢。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，印光大师有写一封给某居四书。 这里面印光大师有提到，到底啊阴间的犯罪要不要档案？要不要公文？要不要记录？这是大家最怀疑的。我们知道阳间呢，你犯罪的话，那公安警察会把你带到分局派出所问笔录。 然后再把你移送，台湾的讲叫地检署，给你起诉，检察官给你起诉，然后法官再开庭给你审判，那判完罪以后再发监到，发放到各监狱去执行，这、就是人间的法律是这样执行的。那在大陆呢，在中国呢，也是跟这个其实差不多。 在大陆中国呢，叫公检法，公安、检察官、法官，啊，所以我常说呢，公检法就是人间的事故之神。那在阴间呢，我们常常会探讨一个问题說，说阴间的法律，这里讲说是比阳间法律来的严格。 而且处罚是用五倍来处的，来处罚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在《拍一粒宝钞》里面呢，啊，《一粒宝钞》里面描写得非常详细，分毫不差，啊，所以有些人就会疑问说：，那全世界现在人口这么多，将近七十亿的人口。 那那这个阴间的阴间的地狱呢？那是不是都要盖不完、要刻满呢？那是不是也像阳间一样，先用电脑操作呢？啊，那他们的我们知道，像一般的法院啊，啊现在也是门庭若市，那监狱呢也是人满为患，啊。 我们比如说像阳间来讲的话，啊，以前我在当副温机长，光移送一个，比如说窃盗犯或是杀人犯，那个公文件都差不多要这么多，啊，就是这些案卷呢，跟着人犯呢，移送到地检署，交给检察官去这个审案审查这些资料，然后再决定起诉不起诉。那公文就这么多了，那在阴间呢，到底要不要公文呢、啊？ 这个印光大师就特别开示，很有意思，啊，印光大师在写给这一个父母祭祀书里面提到，阳间换故阴湿有气。你这边换一条，那边就记录一条，它是同步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五去杂基地，五去就是什么，扣掉阿修罗以外。 如果讲五器，就是没有算阿修罗；如果讲阿修罗，就是六道。那如果没有加阿修罗呢？五器阿修罗就天道阿修罗、人道阿修罗、畜生道阿修罗、鬼道阿修罗，那就变成五趣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叫五趣杂居地。你看印光大师怎么说呢？ 写这个信的这个人呢，请教印光大师呢，他对因果也有兴趣，但是他因果理路不通不明，他是用世间的角度来解释因果，他认为因果乃至于阴间是佛教设的，印光大师说这是最错误的知见。 那问的这个人呢，也跟一般人一样，说认为，比如说我们在阳间看到一个人犯罪，最好马上审判，最好马上枪决，马上判刑。但是我们感一篇会不会前面有讲啊？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，他在等你回头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感一篇会不会里面有讲说，因为我们的念头会变化，念头会转移。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回心转意，我们会回头是岸，我们会忏悔，我们会改过。所以上天呢，他是最有耐心的，在等待你。他等待你什么？等待你回头。而且呢，我们我们人间呢，时间的算法跟天上是不一样的。 比如说，四天王天一天人间五十年，到一天人间一天人间一百年，他们才过一天，你已经过一百年。所以在《感应篇》《一边前面，《后无门为人之招》《三国之报如影随形》里面，它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人的岁数是不能跟天比的，你人。 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你往生了，你死掉了，你带着业障去受报了。就算说好了，你死掉以后，你到鬼道去，比如说你杀人，你到鬼道去以后，你经过一点到十点这样的审判，那你服完应该服的这个地狱的刑刑法。 如果你造成杀生的话，那人间判判决你死刑，那是花报；那到第一期呢是果报；那还有余报呢？余报就是你到人间来，你受完这些刑罚以后到人间来，你要短命多病的果报啊。所以感应边汇编前面有提到说，你到阴间去，你到出生道去，你到鬼道去，这个是在上天。 执行因果报应的一个大线里面，那么这位居士呢，他写的信里面，啊，因光他是说，啊，这位居士不够聪明，啊，他是以儒家跟佛家以儒佛的因果跟世间的王法，就世间的法律来相提并论，他说看起来好像有道理，事实上是没有道理。 他说世：“世间的赏罚啊，有时候还可以用人情去影响。你可能透過透过权力，透过关系，可能去游说，可能用人情去影响。那么这个人情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心事所感召的，都是我们的妄想。阿赖也是去感召的。” 印光大师说：“你把汝佛的因果跟世间的王法法律相提并论，就是印光大师说他聪明不够彻底。他说善恶因果呢，是自心感召的，世人不知呢，以为是佛设的。所以呢，老法师有讲过，善恶因果。” 因果报应，这个都是真理，是它的原则，就是我们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的“祸无门，为人之道，上恶之报，如影随形”。可以讲说，这四句是整个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总纲。往下走的，通通是这四句的延伸解说。那最重要是前两句，“祸无门，为人之道。 所以，印主就是说，善恶因果都是自心感召的，也就是你要招招来福报，招来恶报，那都是你自心感召来的。啊，以前陈大辉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讲过一个有趣的一个对话，啊，有一位女性的观众去去听课，那穿的呢非常时髦，花枝招展。 那她离过婚了，那在下课的时候就请请教呢陈大慧老师说，我一直想要再嫁，想要嫁一个好丈夫、好伴侣。她问陈大老师说，我有没有那个机会？陈大老师说没有那个机会。他说你嫁不到好丈夫、好伴侣。那这个女的就很不服了、啊，她说为什么呢？陈大慧老师说。 光看你的打扮跟你的穿着，你所招赶来的，就像那个蜜蜂跑去采蜜一样。你什么样的打扮，就赶着什么样的对象来亲近你。那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些呢，心形不正的啊！这是我们所谓的。 不良少年来亲近你，所以后来那个陈大惠老师给这个女子开示以后呢，这个女子觉得很惭愧，确实如此，这、就是知心感召的。那世界人不知道啊，佛详佛详细为你解说啊。那么你以为说这因果是佛受的、啊，哪里这样哪里算是聪明呢？ 那印祖说呢，果报的到来，有即刻即逝的，就是有现做现报的，也有来世后世的，也有多生多劫的。啊，那么写这封信的这个机士呢，认为这个报应太远了，还有到来世我根本看不到。啊，这是一般世间人的想法，因为我看不到啊，希望赶快受到报应呢、啊。 印主说呢，这样反而变成邪见。那印主特别解释说了，他说为什么变成邪见呢？他说你要知道，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，乃至于成佛的果报，都不是在一世就结束的了，都是在多劫的多生累劫的。像佛陀他讲，他来这个沙婆世界八千次了。 佛陀就在四个世界八千字，你想想看，他到这一世，释迦牟尼佛这一世才成佛。所以印主说：“你不要以为一开悟佛性就实证佛果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世间没有一个人能了生死，何况成佛呢？” 所以呢，你的认知这样的错误，如果你了解我讲的这个道理，你也不至于怪佛这么个激烈。你应该感到佛陀的慈悲，而痛哭流涕，来告诉你的同修，同伦就是同修。那么你闲说。 这个报应不赶快报应，你却不知道老老天，或者是这个这个报应不会马上到来，是上天的慈悲，对众生是有大利益的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过啊，老天也就在等你回头啊，等你忏悔，等你改过啊。啊，老法师有讲过啊。 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、啊。他说，犯过罪的人，如果让他回头，一定是人间最好的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迷途知返。老法师说，他是最好的现身说法。所以老法师说，我们不能看不起犯罪的人。那么，老天看众生就这个样子。 印度说，就好像夏虫不知道有冰，蜉蝣不知道有来日之见。蜉蝣就是，啊，刚出生就死掉了，啊，就蜉蝣。他说这样不是很悲哀吗？啊，他说报应的快慢是自己的业数所招感的。 为什么要去推给佛陀呢？推给佛呢？啊，他说，就算说啊，我们寡过这个事情呢，寡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过错越来越少。他说，圣人还需要努力。这个地方他提到孔子了。他说，孔子行年七十，到七十岁了，他还想要假天年，就是。 上亿天甲就是希望上天再给他几年的寿命，五午后时的数数年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为什么孔子呢啊，行年七十呢，上亿天甲或五后时，这个数年，以其协议而免大过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，啊，他说孔子到七十岁都还想上天多给他几年。 五到十年，那他可以学易，就是易经呢，可以不会再犯错了。那为什么学易经不会犯错呢？这待会我们再来讲。啊，所以儒家见钱就称为说圣人太过谦卑了，他不知道这个圣道之深呢。圣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有智慧，不是一次开悟就可以，可以彻底的。 他说：“以言教来说了，初性位断见后，言教初性位呢，他就是已经开悟了，他是破见后，等同小圣的出口须多还。啊，那么言教七星位呢，他是等于断吃后，等于断贪嗔痴慢疑，等同小圣的阿罗汉，所以言教七星位等于阿罗汉。” 那言教八九十性位的，他是破尘沙后。他扶助无名，扶无名，但是还没有断。所以言教八九十三性位的，我们称他叫菩萨，因为菩萨呢是破尘沙后。啊。那以十性惑心再破一分无名，即正出住。 即法身大事，到实际的后期以后，进入言教出诸位的时候，破一品根本无名，分证一分法身，我们称它叫法身大事，有四十一个危机啊，一直到出住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，总共经历四十一个危机。 还没有到无明境界，因为等阶呢，还有一品生向无明，再一破一分无明，则真穷获尽圆满菩提的佛果，就是我入妙觉位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四十一位四十一位未阶的这个法身大士，在天台宗里面讲叫分正佛。 那言教初性位到实性位呢，就叫相事即佛。那么四十一笔无名破尽了，入妙解位了，就是就境即佛。这个在天台宗里面讲呢，啊六即佛里面有名智佛、理智佛，还有观行即佛。啊，相事即佛、分正即佛、就近即佛。 所以，印光大师说：“善报之原则，而恶报之原则，当亦相乐乐，就是相等啦，所以，善报有时候也不是一次就会得到这个果报，可能好几次才会得到这个果报。恶报也是一样啊，跟这个成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何况修因正果。” 以自己成佛，如果什么事情都一次就了了，一时就了，那就变成无因无果的断灭深坑了。啊！哇印主说，你你难道不观察天道运行这个次序吗？他说：夏至一阴呢，生而大热；冬至一阳，生而大寒。 立春有时候在过年前，有时候在过年后。而一一不接一时寂静，方成碎石。如果一时寂静，那就不成运行了，那就成断灭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宇宙运行的这个一年之中呢，还有春夏秋冬的这样的一个运作运行啊，这个规则，这个叫规律。” 上天都有这个规律在运作，啊，这冬天很冷，啊，秋天非常凉爽，夏天非常炎热，春天非常舒畅。你看，四个季节都不一样，啊。以上呢，我们是。 讲到这个邪淫者呢，啊，淫人者呢，杀其三世。其中我提到说，子不认其母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他母亲如果是患邪淫的话，子不认其母，或者他母亲在跟人家发生邪淫的话。 那那改编片讲这样，是不是真实的这样的故事呢？有，还真发生了。这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我们台湾东部某一个原住民的部落，有位老妇人五十几岁，跟他的儿子住在一起，帮他儿子看孙子。 刚好他隔壁邻居呢有一个年轻人，大概三十三十，三十九岁，或者四十岁左右。有一天呢，他儿子出去工作，结果提早回来呢，突然间撞见呢啊隔壁的这个年轻人呢跟他母亲发生邪淫的事情。当下呢，这位年轻人非常的愤怒。 所拿起翻刀，就跟这位年轻人发生扭打，大概是他母亲欠嫁。三个人在混战之之余呢，结果他这个年轻人呢，因为喝了一点酒，刚才我们讲的啊，此间没耳，痛彻心脾。 愤怒自己，羞愧跟愤怒自己，所以这位年轻人呢失去了理智，不慎的呢这个翻刀杀到他母亲，结果他母亲呢送到医院就死亡了，造成这个人伦惨剧，这都是什么原因？ 就是刚才讲的，隐忍者杀其三世邪淫所造成的结果，果报都非常的惨烈。这是讲到这一段，子不认其母，我特别引用，真的有发生这个公案故事来告诫世人。那。